全台湾每一个地方开的这个季节不一样哈。那像现在一月份，这个武林这边就开始开了这个山樱花，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叫做粉红佳人啊，或者叫红粉佳人啊，富士樱等等。那各位知道接下来我们台湾哪边的樱花又会开始陆续？阿里山，对，但是在阿里山之前，就是阿里山大概是在四月多，四月。那对对对，三月下旬到四月哈。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台湾也一个很有怎么讲很有名，大家也会很多人去看的，而且九族，哎对哈，九族，甚至有他们有夜莺，好、哦、夜莺，那公司也有这个行程。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参观哈。那像武林农场这边，因为早上有讲了，他们现在是有这个人数的控管，每天只有6000位，那包含了1800位的容纳量，就是住宿的。好，那到了大概5点多6点，我们这个一日游的我们就陆陆续续要离开，那晚上这边武林农场就变成很清幽了哈。那武林农场这边晚上也有夜莺，他有开这个电灯啊，有打光这样子。其实武林农场的夜莺也不会输这个九族文化村啊。那像我们新竹的话啊，最近各位知道哪里的樱花开得很漂亮吗？司马库斯公园啊。哎对，那是市区啊哈，公园这边。那山区各位知道在哪个地方？司马库斯。哎对，在尖石的话就是在这个那个司马库斯这个方向。哎对，那在五峰就是山上人家这边啊，这边的樱花也长得很漂亮，开得很漂亮。农场，对，那个是在这个拉拉山嘛啊，在这个桃园。反正现在这个季节，今年应该这样讲，今年的天气哈，对于这个樱花都开得很漂亮，不管哪个地方都开得很漂亮。可是像在去年十一月多，我们带客人去看枫叶，那时候对我们车上有客人有跟我去看枫叶，今年的枫叶就很差，因为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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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万大哎，那个后面那个姐姐也有去啊。可是今年的枫叶，因为早期不那个时候啦，不够冷，对，又没下雨，缺水。其实台湾到现在也还是缺水啦，只是北部宜兰还好，但是我们从这个新竹以南哦就缺水了，所以那时候枫叶啊没办法，就是转红就掉落了，哦枯掉了。啊还好，今年的这个樱花季哈，樱花季还不会这个不会让人家这个大失所望哈。那现在陆陆续续还有车要进来，那各位有没有发现每个车前面都会有放一个这个通行证？像我们公司，因为我们是参加这两日游的啊，两日游我们比较舒服一点，我们不用换车，公司直接帮我们申请好我们的大巴的这个通行证。像我们很多一日游的客人，各位知道怎么上来武林吗？小巴。对。可是很快。